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这一天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中国的情人节。对于情人节这一说法，一些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七夕节又名乞巧节，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乞巧，所以是真正的女儿节。还有人说，七夕节表达的是已婚男女之间白头偕老的情感，不是表达婚前的情人或者是恋人的情感。这是在不同人生阶段的两种不同的感情。将七夕节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并不妥当。那么七夕节究竟从何而来？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呢？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具袭之的记载。这是我们在古代文献当中可以找到的关于乞巧的最早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一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日本除了延续乞巧的风俗与习惯，还有一个特殊的活动，就是在七夕这一天把自己的各种愿望写在带一根线的纸签上，然后系在竹枝上，祈求梦想成真。
在韩国，人们除了祈求织女星，希望自己也跟织女一样有着灵巧的手，织布织得更好。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祈求亲朋好友的平安。越南华人拜祭七夕所用的贡品是以中国南方地区习俗为主，主要有菱角、棋子饼、金钱饼、花生等等，还有河秧和一个七解盘。这是两种与牛郎织女传说息息相关的贡品。参与活动的年轻人还把自己对爱情的期望写在一张纸条上，拜祭时许愿，希望自己将来能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相信这首《鹊桥仙》大家一定耳熟能详，它是宋代词人秦观的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古往今来，像这种关于七夕的诗词歌赋还有很多，都是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来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虽然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后来才被融入了乞巧节，但是这个美丽的传说和人们的美好祝愿却随着七夕节流传了上千年。因此七夕节也被人们认为是中国传统节日当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个节日。如今的七夕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也成为年轻人心里的中国情人节。其实无论是乞巧节还是情人节，几千年来始终能够给人们带来美好的期望，这便是意义所在了。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他是诗人王翰存世不多的名篇之一，作为盛唐时期边塞诗歌的顶尖之作，它反映出边关战士们怎样的气概，又是如何诉说着戍边战士的衷肠。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凉州词》。